圣母大学简称 Notre Dame 或 ND， 建于1842年，是一所享誉世界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，美国25所新常春藤名校之一。在2021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中，圣母大学位于第19名。2019年申请转学到圣母大学的学生有760人，录取人数为229人，转学录取率为30.13%，而新生录取率为15.83%。秋季转学申请截止日期为3月15日，春季为10月1日。申请转学到圣母大学需要准备以下材料：网申、官方大学成绩单、官方高中成绩单、推荐信、SAT 或 ACT 成绩、语言成绩。托福不低于100分，雅思不低于7.5分，多邻国不低于120分 ，PTE 不低于70分。存款证明 ，College Report、College Final Grade Report、课程大纲。转学申请者需要注意的是，申请人在 SAT 的阅读和写作部分中获得650分或以上，或在 ACT 的英语或阅读部分获得26分或以上，可以豁免语言成绩。近年来录取学生的平均 GPA 为3.75或更高。申请者需要完成27个可转学分，并且要在4年制认可的教育机构完成至少1年的课程。好了，圣母大学的转学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本转学的信息，欢迎扫码联系我们，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。下期再见。